Hello， 大家好。Hello， 我们现在要去 Vancouver。这是你第一次开车？对，我第一次开车自己去。然后我第一次去。在西雅图这么多年没去过，白在西雅图待这么多年了，我都在干嘛？做梦吗？我们要去吃好吃的了，好开心耶！ Yeah. 就是两天 gain 10 pounds 的概念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US Canada 的 border， 现在我们在等 line 排队，然后过 border。到加拿大了，现在去接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会上面去吃个午餐。一会儿见啦。Hello， 你好呀。我们今天中午吃日料吗？对，吃日料。Hello， 我们要去吃午餐。餐厅已经到了，叫 Miku。走走走。Hi, we have three. 这是我们的 appetizer， 小牛排和吞拿鱼。Miso soup。哇，好暖，上面还有金针菇哎。好喝。哇，这个土豆泥好滑呀。哇。好绵密呀，这个牛肉好烂呀，就一夹就下来了，这个简直了，太软了。蘸一下这个酱，有点背光，能感受得到吗？牛肉不该是我的，肉非常细的，嗯，上面那个绿的是芥末呀，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独特。尝一尝旁边这个沙拉，吞拿鱼。还可以，我觉得，但是没有这个牛肉惊艳。这个是什么？这炸的面条吗？可是它这个 One Man Strip 好细哦。One Man Strip 加上这个吞拿鱼，口感会非常丰富，又绵密又脆的感觉。我们的 sushi platter 到了，好漂亮呀！ Oh my goodness！ 特别软，那它因为它这个是 vegetarian 的，所以就是它这个粉红色的腌萝卜特别的清夹心 sushi。So this is our basil strawberry mousse with a little yuzu mousse on top right here. So over here is our yuzu mango chibu. We got coconut sponge on the inside with a game matcha chili on top. So over here for you is our dark chocolate gâteau. We got a raspberry coulis on the bottom with a bitter chocolate sorbet on top here. So over here is our signature green tea alba here. We got seven different layers. We got red bean, hazelnut, dark chocolate, all the goodness over here for you. These are 好美哦。就它是有 YouTube 的吧，还有个金箔耶上面，然后缠个小金箔、啊、哦，柚子的馅儿哎，就是这 mango 吗？好像是下面是 mango， 然后表面是有柚子。哇，这个做的好赞啊！嗯，我觉得这50块钱这个 platter 虽然有点小 pricey 吧，但是味道是可以的。我们刚刚吃完餐，到了 Stanley Park。然后在这里消消食，散散步。这儿好漂亮啊，就是有点想休息，好困，好困足，很美呀、啊。阳光终于出来了，早上太阴了。印第安人屠城住，然后这又是个景点，差不多。对呀、啊，我也觉得这个好可爱呀、啊。这个我觉得很少在别的地方能见得到。Hello， 我们来到了 KTV。
去吃上海菜，好喜欢本帮菜呀。到餐厅了，上海 River 沪江，好长的队，我的妈呀，现在都已经晚上8点多了，这大家都还没吃饭呢，我现在有点害怕，要排好久。还好我们人少，只有3位，2分钟可以开吃，外面感觉要等好久。耶、yeah. 耶、yeah. yeah. 进入演技模式。这是第一家很好吃的餐厅吗？对，太多了，听说这是一家很好吃的餐厅吗？好好吃啊，这一家好吃。听说这是一家很好吃的餐厅是吗？哇，好多人呢、啊，好满。我们的烤鸭来了，妈呀，好爱吃烤鸭。我要尝一尝，陈聚德的烤鸭也是就第二部分会做，我不太记得陈聚德吃了什么。烤鸭，一个做汤，因为点的跟这个不一样。这个菜非常的好满足。来啦，一口吃鸭。有点冰。你都没加点蔬菜，这酱就是太大了，就一口根本吃不下去。年糕炒蟹来了，油光锃亮的，浓油酱翅，然后夹一块年糕吃。甜甜的葱油的香，我们在那吃酱爆鸦片，刚刚的一鸭一点，大蟹腿儿，好带感吗？夹这个蟹得注意点，还特别烫，不仅滑还烫。你要睡懒觉吗？刚刚剥好的蟹腿肉，好大一块啊！铁饭子汤，他们今天有活动。好甜呐、啊！上海菜，好满足。Hello， 大家好。第二天，我们现在去吃一个早餐，我们去吃什么？我们去吃早茶店，麒麟阁吗？麒麟，麒麟。我的天哪，这地上都已经淌水了，我觉得好可怕呀！太深了那个水，我就赶紧跑过去。哇哦，装修还蛮复古的耶。我们已经上了4份点心了，但已经吃完了1份。葱爪。哇，它这个葱爪好筋呐、啊，好多地方葱爪是黏的，一嘬就没了那种，也很好吃，但这口不一样的口感，口感很特别，有点微辣。嗯。市长还说。嗯。有点甜甜，辣辣甜甜的。我们的形容词是一致的。对。好弹呐、啊，这个凤爪，跟平时吃的凤爪的味道不太一样，怪不得这么有名，感觉确实是挺特别的，对，感觉有些神奇的 ingredient。对，而且来这儿一定要预约，不预约的话，我们非常 lucky， 我们没有预约，但是今天来的人没有按时来，我们就进来了，非常 lucky。但是来这儿吃饭一定要预约。不然很有可能进来就会被碰壁。鸭掌，我第一次见 dim sum 里面有鸭掌，好吃吗？好吃，特别，我觉得这本身鸭掌的自己的味道是这样子，也是非常的弹牙，但是我觉得我更喜欢凤爪，这个味道有点特别。虾饺，这个皮好薄呀，可以看得到吗？它一直在流汤，我的天哪！
里是有汤的虾饺哎。哦，真的吗？嗯。哎，我们的香浓。这个皮特别的薄。很有弹性，好吃，多吃。哇，这虾也好弹牙呀。避风塘粉果，里面是虾仁，黑金流沙包，它是用墨鱼之货的面做的，哇塞，感觉好高大上啊！我第一次见，上面还有金色的，感觉好漂亮啊，整个。哇，感受一下这个流沙的感觉，哇。全部都是人，里面非常平民，服务非常的好，对啊，服务简直是上帝的感觉，而且做的真的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哟，一定要来哟。这里面还有一个 secret menu， 就是榴莲糯米醋，不要跟别人说，12:30之前就没有了。YouTube 要给店长的信息，12:30之前就没有，可是他没有在餐单上面，而且 secret menu， 然后我们就没有点，好可惜呀、啊。但是每次旅途都要留点遗憾。整体的 experience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已经荣获我们三个人吃过的最好吃的早茶。对，我们三个人吃过所有的早茶店，一致认为最好吃的早茶店，服务又好又便宜。对，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一会儿去逛一下 shopping mall， 然后再去一下大统华，然后就准备回去了。已经其实快12:00了。对啊，然后。在下图周边住的小伙伴可以周末来一个 weekend getaway， 就感觉还蛮好，来这吃吃喝喝，因为现在汇率确实还挺厉害的，你会觉得打了很多折。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家了，我买了这些，给你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我买了三盒面膜，美白水光针焕白保湿面膜，这个买了三盒乳酸菌清汁，是这样子的，三盒一模一样的，据说是特别的清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打算试一下，好的话就给大家说一下。买了一个红酒面膜，是涂抹型的，我从来没有用过，听说非常好用，还是 COSME 第一位，所以说应该不错吧。一瓶护发素，一瓶洗发水 Botanical， 这两个是无硅油的，据说用无硅油的洗发产品可以让头发少油，就不会经常早上洗晚上就特别油，我打算试一下，但是因为我的头发呢非常烫染太多次了，现在就下面非常干燥，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修复的，我还买了一瓶针对头发防脱发，因为我的头发常年这样子，中间这块就会有点白白的，就是我对比把头发从这儿往这儿翻，感觉白的面积都没有这中间这块大，可能就是长时间头发左右分还有往前分，长时间暴露在外就会脱发，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个 hair tonic， 传承400年历史，采用人参根、苦参根提取物，滋养头皮，增强头发营养及韧性，从头缘帮助秀发重返初始之美。而且每次洗发我会掉一把头发，每次看到那掉头我就 ，Oh my god， 感觉自己要快变成秃子了一样。Anyway， 就算没有效果也买个心理安慰。然后还买了两个唇膏 ，3CE 的。丝绒雾面唇釉豆沙红，雾面唇膏南瓜橘，而且现在加币对美金的这个汇率是1块钱加币大概换75分美金，如果去玩买些东西感觉还挺划算的，因为它等于说是打了75折。那怎么样吧，这小的短途旅程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短途旅程，非常开心这两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我们下期见吧，拜拜。